一年一度的脱口秀大会五在今夜迎来了总决赛，小浣熊再度归来，年度黑马呼兰精准夺冠。本次总决赛的主题是最后五分钟你最想说的话。呼兰说起了他做海边写稿的往事，袅袅大胆幻想了一下拿到了冠军怎么办。至于作为新人参加脱口秀大会但是却十分出众的毛豆，说起了他当海军时的故事，这也是观众最喜爱听他讲的故事。愤怒依旧是秋瑞的主旋律，这次他选择电动车作为吐槽对象，最终由观众投票决出了选手名次。当小浣熊呼兰夺冠时，他说，五年了，我想开了，我不想做大王，我想做大海。上一个想做大王的是谁啊？齐桓公。齐桓公和脱口秀大王有什么共同点啊？都得靠观众。确实如此，观众缘永远是综艺节目里选手走到最后的基础。呼兰从脱口秀大会第四期节目到现在一路走来实属不易，能够获得如今的成就实至名归。这并不是一个让人意外的结局，早在前几季时，呼兰犀利的文本、成熟大方的表演就让许多观众的心中认定了他这位无冕之王。同时呼兰观察力极为敏锐，他的脱口秀文稿既充满攻击力也充满了人道主义关怀，十分有深度。谁能想到这个外表憨厚可爱被观众戏称为小浣熊的男人能做到如此地步呢？呼兰与脱口秀渊源颇深，皆是源于呼兰的求学经历。呼兰曾去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精算专业，毕业后在美国生活了三年。美国是一个脱口秀历史十分悠久的国度，在这里呼兰真正接触到了脱口秀。经常熬夜看脱口秀内容让呼兰有了一定的积累，也为他日后开讲多多少少起到了帮助。2018年回国工作一年多的呼兰参加了开放麦，这也被誉为脱口秀新人的试炼场。他花三站起来打人。2020年呼兰又参加脱口秀大会第三季，但是此次与冠军失之交臂。2021年呼兰再登脱口秀的舞台，这一次呼兰获得了年度第五名，但是此次出现了一个小插曲令呼兰感触颇深。在这场比赛时，王建国身为老将但是发挥不佳，被观众频频吐槽翻车，直言老将不如新人。对于此呼兰说，我只是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可是巨人的肩膀上站了太多人，就把巨人给踩趴了，大家趟着巨人的尸体就过去了，这个巨人就是王建国。呼兰是很感激这位好兄弟对他的付出，也是很认可自己好兄弟的能力。你可以向前走，也可以向左转，但不要停下来问意义。这句呼兰曾讲过的话让许多人印象颇深，他也确实做到了。从登上脱口秀舞台以来，坚守自我，一路向前，不问归处，不问意义。在舞台上呼兰能做到雅俗共赏，职场到鹦鹉内卷，股票市场，他生活的家乡东北，父母，再到留学经历，再到他喜欢的刘备，都是呼兰的取材。他真正做到了艺术来源于生活。人生短短30年的经历却让呼兰积累了无数的素材，观众大笑的背后是呼兰经验的凝练，是他人生经历的缩影。像他这样一个懂得感恩且充满共情能力的脱口秀演员一定会越走越远，祝福他在这条路上永远以自己的形式走下去。